阿姨哈，各位伯伯阿姨叔叔哈，大家好。哎，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所以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三大节日之一哈。啊，中秋节就是月圆人团圆哈。那各位都住在我们农家，其实我们是像一家人一样。那特别在这个节庆之前，我们承办单位非常用心，那个办节这些中秋月圆人团圆哈，这个好。那有各位来这边，大家共襄盛举哈。那也祝福各位中秋节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。那提醒各位长辈哈，现在那个 BA.5 的疫情好像有越来越严峻的那个趋势哈。那个跟各位长辈提叮咛一下哈，还是注意个人的那个有关于那个防疫的相关措施啊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大家。谢谢各位。